今天行程是什么？今天的行程，那个时候就感觉今天行程泡温泉，泡温泉，这么好、喔。我们不是要去旗南南华吗？怎么变成泡温泉？什么时候要跟你说要爬百岳？ I follow you through the night,介绍一下自己吗？哦，我叫志明呢，可以叫我吉米。啊，OK。那你有什么爬山的经验要分享吗？枕头山最会爬了，对啊。枕头山，哇，已经好几刷，对。都那么谦虚哦。自我介绍，让大家认识一下。都认识。都认识。最美的部落客达人。那你要分享你的部落客吗？对，我有一个粉专叫我走着走着走着，就是可以来订阅、追踪、按赞。粉专也可以订阅、追踪、按赞。对，部落客有部落格，然后有 IG、有 FB、有 YouTube、哦。对。哦，好哦。我们一起走着走着走着吧。然后这次是我第三座百岳，就很开心。好厉害。有参加 FB 户外救助团主揪。户外救助团主揪。我们大家一起出去玩。See the clouds, they are getting darker, and hope is far, far away. The whole world just keeps getting colder. That's when I remember what you said. I follow you through the night. I am here by your side. Promise you that I'll never let you go. So follow me.是我们本队最年轻的小妹妹，姐、yeah, ，你要介绍一下自己吗？年轻担当，现役研究生，现役研究生，目前硕二。好、哦，来，目前单身。目前单身，这需要讲吗？好，到厌世的划船。对。这边好凉哦。对啊，好热。对啊，夏天可以来这边吹冷气。好凉啊！好烦哦，那个枕头。要玩水吗？好啊，走，走。我们来到了云海保鲜所。来啦，我上一包帮你们拍啦，来啦。什么瀑布？漂亮的地方，的地方，能高瀑布。能高瀑布不知道。通行桥，奇怪，怪，都奇怪，奇怪。
来南华累吗？比我想象中的累。哎，我觉得比想象中的不累。嗯，轻装 OK， 重装。因为我以前一直就是看大家都说真的是多出街，多出街。那风景程度？因为我一直觉得很难。风景还蛮漂亮的，尤其那日出，我没有赶上看。在哪边看的？在奇莱南峰，3400多公尺。哦，你在这里，觉得比南华山漂亮。哇，推荐大家可以来。然后我们这一团都是新手，但我有三个初阶白月，对，所以嫩嫩也可以来。我们还有小妹妹，也可以来。我们这次超拉惨，所以有带女生来，记得要带男生可以背重装的朋友。对，就是帐篷。